其實本港樓市無論過去經歷幾多嘅負面因素，有社會運動、有疫情等等嘅各項因素，而家又話講緊啲移民潮咁樣，但係咧感覺上個價咧就真係槍極都唔回嘅。咁我見我身邊有啲朋友亦都好多之前係大啖友咧，而家似乎都抵唔住啦，要轉態咧就會又講翻似乎今年好似真係跌唔落啊咁樣。喂 ，Patrick 究竟係發生咩事，受啲咩因素嘅支持，可以即係不停屢破頂咧個樓？